第八條嘅題目，而家有個函數 g(x)， 佢話係 divisible by x 減一，即係話可以被 x 減一去整除啦。當 g(x) is divided by x 加一，個 remainder 餘數係乜嘢？當 g(x) 被 x 加一除以嘅時候咧，餘數會係乜嘢 ？OK， 咁你呢一度咧，你呢個等於零，當呢個等於零。咁 x 咪等於一咯，所以代翻落去 g 一咧就會等於係一嘅八次，即係一啦。加 a 乘一嘅七次，即係 a 啦。加 b 就會等於零。咁你有第一條式噶啦。當佢除以 x 加一嘅時候咧，你就代個負一落去，負一嘅八次其實都係一嚟嘅。因為你諗下，負負得正啊嘛，八個負一，佢都係會正一咯。咁但係七個負一咧就係負一嚟嘅，所以係一減 a 加 b 等於乜嘢啦？答案就係問開係乜嘢 ？OK， 好啦，一加 b， 將個 a 調過去，一加 b 其實係負 a 嚟嘅，即係話換言之一。加 B 是負 A 嚟嘅，一加 B 就係負 A 嚟嘅，咁就負 A 減 A， 所以答案係負二 A。我係將呢個 A 調過去，零減 A 咪即係負 A 咯，所以 answer 咧就係 C cat。